跟住我哋去到法國嘅巴黎，而家我哋係有 Committee for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嘅發言人上台，分享一下佢哋喺法國巴黎嘅工作。有請 Athena。We will now welcome onto the stage Athena,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Freedom of Hong Kong, to share with us her work in France. Athena, please.代表，自从6月9号以嚟，巴黎组已经筹备了超过30个不同类型声援香港的活动，例如集会示威、游行、街站、人链、大使馆请愿、flash mob 等等，同埋 G20、SWHK 全球集器反送中等多个平台同埋团体，我哋都有紧密合作。在早期的登报行动之中，有参与协助连结和翻译的工作。9月起亦都积极在法国进行 lobbying 的工作。 lobbying 的工作上面，我们有和多位的 MEP 会面，游说他们通过 EU Parliament 不同的渠道向中方施压，亦都就接收政治难民的事宜进行游说出进的工作。法国本土上面，我们亦都有和不同的政党议员会面，由最左的 La France Soumise 去到右翼的 Les Républicains， 我們都有進行連結和游說的工作，特別是與相關政府部門和 President Macron 的執政黨 Les Républicains March 也都有緊密的溝通。在國會聽證上面提出武器制裁和接受難民 的訴求上面，也都有收到非常正面的效果。同時我們也都有接待到多個香港政黨訪法的代表團，亦都有邀請到前線被捕的義士直接和法國當地的議員會面。當然媒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在過往幾個月來，我們也都有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在搖佢聲援義士上面，我們有積極和 FIDH、Amnesty International 等等的 NGO 和人權機構溝通，提供不同類型的連結和支援行動。此外，作為已經居住了在法國一段日子的我們，深信工會和罷工的重要性，所以我們都有和法國四大工會緊密的合作和溝通。同時我們都連結了當地受中國壓迫的 minority groups， 和積極地 connect 各國的抗爭前線，尤其是法國的黃背心行動。學生組織聲援在法國的抗爭史上面也都同樣重要，所以我們已經舉辦了超過10次的學術交流活動和會議，希望令法國的學界了解到中共的威脅和香港現在的困境。最後，我們為了更加廣泛地吸引巴黎的文化界、知識分子和傳媒對香港抗爭的目光，我們在巴黎成功舉辦了第一個反送中抗暴的藝術展，名為《流水與飛灰》。展覽之中亦都有播放抗爭電影，例如《十年》，讓巴黎人可以更加咁樣深入了解我哋喺香港嘅抗爭。作為生活咗喺巴黎一段日子嘅我哋，深信自由、平等、博愛呢三個核心價值，呢三個就係法國大革命遺留落嚟嘅核心價值。而我哋今次場運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其實亦都係同樣嘅道理。所以我們巴黎組將會繼續努力，一起去維護我們共同的價值，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每一位上台發言的嘉賓呢，都是印證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麻煩了你 Athena。跟住落嚟咧，就係到香港眾志成員黃奕武嘅發言，佢亦都係德國領事館 Facebook 第一代小編。Thank you, Athena. Coming up next, we will invite Mr. Yek Mo Wong from Demosito and Facebook admin of the German Consulate General to speak about his work in Europe. Mr. Wong, please.各位手足大家好，我因為本身是講德文，
咁就喺由德國戰線嗰邊做起。咁但係做做下嘅時候，發現原來歐洲係一個即係好神奇嘅地方，因為佢哋嘅決定咧需要成個歐盟去同意嘅。咁所以咧，我同埋香港眾志咁由德國戰線開始，我哋都去到做埋其他國家，包括北歐嘅三國，包括比利時、法國、愛爾蘭、捷克等等嘅國家。咁我哋喺上年嘅年尾咧，其實有個好消息傳咗出嚟，就係當美國嘅人權民主法案通過咗之後咧，其實歐洲嗰邊都成功遊說到匈牙利就唔好反對。咁歐洲嘅呢個 Magnitsky Act 人權嘅問責法咧，都得以通過啦。但係咧，其實未來嘅半年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因為雖然歐盟而家過咗 Magnitsky Act， 但係佢只係一個決定去通過呢樣嘢，而中間嗰個條文點樣寫，包括佢會唔會去制裁中國香港嘅官員，呢啲都係我哋將來要努力嘅地方。我喺歐洲嘅每場嘅演講，當我每次講出我哋啲手足點樣俾人毆打、恐嚇，播啲片俾人睇，大家點樣去作出不自殺聲明，點樣去驚恐自己會被自殺、被消失，甚至乎係被輪奸，每一場大家都係非常之震驚嘅。原來香港身為國際城市，但係我哋香港發生嘅嘢咁多 detail 係出面係唔會知道，咁所以我哋包括香港眾志同埋唔同嘅團體，每一位手足，包括居喺住喺外國嘅手足，我哋都有責任去話俾更加多人知香港實際發生嘅事情，因為我哋嘅手足喺香港抗爭嘅時候，我哋每日面對嘅係被施以酷刑嘅風險。咁所以我哋更加咧要盡我哋最大嘅努力，令到呢個 Magnitsky Act 佢可以得以真係去制裁港共嘅官員，包括香港官員同埋啲有份打人施以酷刑嘅黑警知道，當佢哋打壓我哋嘅市民、踐踏民意嘅時候，佢哋咧係要付出代價嘅。在歐洲每一次的交流，總有人問我，身為一個歐洲的市民，我們的力量這麼小，我們可以為香港做什麼？而我每一次都會提及良心消費。中國之所以可以崛起，是因為它的經濟政策非常成功，而歐盟的每個國家呢，他們的經貿協議其實都有人道條款的，所以當中國現在繼續去違反人權、人道條款，包括打壓香港人、維吾爾人，有超過100萬的維吾爾人是在被在教育營入面是施以酷刑去虐待的時候，其實歐洲國家都應該根據他們的條款去改變和中國的這個貿易的關係。我經常都跟他們說，你們歐洲人這麼愛護動物，當你買些化妝品、買些護膚品的時候，你會 care 它有沒有動物的測試，當你買啲雞蛋、買粟米嘅時候，你會睇佢係咪 bio， 係咪 organic， 你會 care 啲雞有冇空間可以走動。但係點解你哋繼續支持中國嘅產品？你明知中國咁樣去打壓啲人，點解你 care 啲動物多過 care 啲人？喺六年前雨傘運動之後，其實好多人已經發起良心消費，但是香港未 ready 做這件事。但在上年的反送中運動之中，大家已經很成功的在不同的方向去繼續我們的抗爭，包括良心消費。我告訴他們，香港人做到，你們都做到，這些事情是事在人為。在上年的年尾11月左右，瑞典的政府發布了一份報告，它是說一些調查中國在瑞典收購啲企業的情況，因為中國咧其實有中國製造2025嘅呢個 initiative， 咁中國咧係非常之佢哋係非常之積極咧去收購外國嘅公司，去增加佢哋嘅影響力。而瑞典政府包括除咗瑞典政府之外，其他嘅歐洲國家其實佢哋都係知道呢樣嘢，而佢哋都非常之擔心嘅。咁喺呢份報告出咗之後，
我哋即刻見到有瑞典嘅朋友係瑞典人、白種人，佢哋同我哋講：點解你要買呢個產品啊？你唔知呢個係中國製造嘅咩？咁我哋先發現原來係瑞典人，係啲歐洲人，佢哋都好擔心中國嘅影響。咁所以喺呢啲方面，我哋唔需要擔心，我哋會繼續將良心消費呢樣嘢推得更遠，推去歐洲，令到大家一齊抵抗中國嘅經濟入侵。嚟緊二月尾，北歐嘅呢個手足啱啱連登都見到啦，佢哋咧組織咗一個造訪團，咁我同埋其他嘅某啲議員同埋民間團體都會一齊去做更加多嘅遊說工作，因為除咗德國、法國、英國係唔夠，我哋要連結更加多嘅國家，因為只有團結，我哋先有更強嘅力量。今年九月有一個歐中嘅峰會，歐洲同中國再次去傾佢哋未來五年嘅經貿嘅關係，而今年咧會喺德國嘅萊比錫，我哋會同埋啲新疆人、西藏人、台灣人，以至於一啲係歐洲嘅本地人一齊去抗議，因為只有團結，和理不分，連結埋中國暴政嘅其他受害者同埋其他國家，先可以迫使中國同埋港共政府正視我哋嘅五大訴求，令到我哋手足嘅血唔會白流。五大訴求：光復香港，香港人，多謝大家。跟住落嚟都係香港眾志成嘅代表上台發言，有請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Thank you, Mr. Wong. Next, let us invite Joshua W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Demonsesto, to give a speech. Joshua, please. 各位香港人，大家好，香港眾志嘅秘書長黃之鋒。在2020年的第一場集會，我們來到這裡就是很希望去推動天下制裁，是去對抗中國的獨裁主義擴張，對抗北京的威權主義擴張。我想起2019年的1月2日，中國國家習近平主席宣布說希望在台灣落實一國兩制，在一年之後的時間，我們非常高興見到有2000萬計的台灣人在總統選舉超過800萬的選票，是話給北京政權聽，台灣人不要一國兩制，拒絕向中國卑躬屈膝。我請大家給最大的掌聲，昨天有投票的每一位台灣人。在台灣的大選裡面，很多人會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其實我們正正意識到，更加相信的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台港之間的連結，在未來新一屆的政府以及立法院應該跟香港的民主運動有更加多的連動，有更加多的互動。我們很希望今日台灣人可以選出自己的政府，有朝一日香港人都可以好像台灣人那麼自豪地選出自己的政府，選出自己的立法會，我們的首長是可以真真正正代表到香港人。當見到台灣的總統是有超過777萬票當選，香港那個得777，就證明香港的政府根本沒有人民的授權，這個亦都是我們爭取五大訴求的原因。二，在2020年開始，我黃之鋒覺得我們香港人在國際戰線上面有三個戰線是必須要去努力推動。第一個是在東亞的民主陣營，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要跟台灣、日本、韓國這些自由世界國家，我們有更加之多的連結。當4年前或者8年前的時候，那些人會說其實跟崛起的中國做朋友、建交或者建立一個盟友的關係、策略性的合作都未嘗不可，但我相信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其實國際社會，尤其是東亞的鄰近國家，亦都會更加意識到這個威權主義的擴張。所以我相信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們在跟香港鄰近的地區和國家，我們有更加之多的合作，更加之多的連結，是要告訴北京的習近平政權知道，在香港我們有很多支非常多是來自東亞地區的盟友，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這個是第一點。而第二點就是我們在推動西方國家的制裁上面，其實今年的11月就已經有美國的大選，香港眾志和我們國際戰線的不同手中，我們會繼續是推動，亦都是促請特朗普政府在他們本屆的政府任期裏面，是要切實執行落實制裁機制，制裁賣港官員和黑警。未來這11個月在總統大選之前，我們很希望能夠推動到現在的美國行政機關能夠有所執行。而同一時間，其實在歐洲1月27號，因為大家的聯署，因為大家參與的網絡的一些的簽名行動，是令到1月27號是有德國的國會聽證討論香港問題。未來在西方國家，不單止是以美國為首，在歐洲的不同地方，我們更加要令他們意識到鋭實力中共的威權擴張，他們所謂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帶一路，根本就是山埃毒藥。所以除了東亞的民主陣營，到了歐美西方國家，第三點我很想說的是我們聯合國的戰線。2020年的6月，聯合國的委員會是將會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 是會審議香港的人權狀況。香港政府不查721，我們就帶去聯合國，香港政府不查831，我們就拎去聯合國，要求聯合國去徹查。在過去七個月以來，獨立調查遙遙無期，沒有任何一個黑警要去祭旗。如果香港政府拒絕去進行任何的承諾，拒絕獨立調查，我們就將721、831、10月1打死人、槍殺人，種種的人道災難帶去聯合國，讓聯合國徹查香港黑警暴行，好不好？光復香港 Fight for Freedom。多謝大家，未來三條戰線，希望大家在國際舞台和勇不分，繼續努力。多謝。遊行呢，其實不會只是香港人參與的，原來經歷緊山火的澳洲，他們在當地的同一時間19號都會跟我們一起遊行。我相信呢，就是這個幫我們做聯絡的一個叫做我要攬炒的組織呢，也都是聯絡緊其他戰線的，希望呢今天我們活動結束之前可以再告訴大家。這場運動已經經歷了半年的時間，大家都很辛苦，流過很多汗，流過很多眼淚，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前線的手足被打、被虐待、流血、被失蹤，很多的事發生了。可能大家身邊有很多朋友，你知道他是支持民主，但是可能他們會漸漸地麻木了、習慣了，又或者他們其實是不想習慣的，只是他們潛意識裡面看得太多了，開始漸漸沒有感覺。那當然我們在本地的工作上面，大家坐在這裡都一定是關心這個城市的朋友，特別很多是年輕的朋友。當然我們在本地上面要更加努力，令到更加多人是繼續這樣支持我們，繼續這樣參與我們當中。而在這場運動裡面，我們都意識到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社會的關注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不單止是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亦都可以對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是構成一些的壓力。在這裡都叫做是作為國際戰線一個小小的一員，首先很想跟大家講一聲對不住。在這個運動這麼重要的這個時刻，
我竟然是因為官司而是沒有辦法離開香港，雖然說向法庭申請都可能是有些機會，不過上次我在去年十二月和我的同伴黃之鋒等等是上庭的時候，當時我向法官申請是飛往東京和大阪的五間大學是進行演說和在日本開記者招待會，都是被法官真的一隻字都沒有說，完全沒有解釋理由的情況之下就拒絕了我們的申請。但是雖然我現在是飛不到海外，去不到日本，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手足，不論是住在香港但是可能經常來往日本或者識日文的手足，還 是住在日本或者在日本讀書的手足，他們一樣都是很努力，每天見不同的朋友，可能日本政界的朋友、傳媒界的朋友、不同界別的朋友或者學者等等，去宣揚我們香港人的理念。亦都有人是有很多日本和香港的手足是嘗試地推動緊，在日本究竟做不做到一個類似美國這樣的民主法案呢，亦都很多人是探討緊和推動緊這個議題。即使我是沒辦法飛到去日本，但是日本戰線當然不只有我一個啦，有很多的朋友亦都是參與緊。雖然大家即都有一樣不是那麼好，或者是大家要去面對的現實，就是的確在國際上面現在發生了很多的國際大事，可能香港的事情在日本的關注的確比起去年是相對低一些，但是不代表海外的朋友並不支持我們，只是國際上面發生可能更加重大的事情，所以他們的媒體都會集中報導其他國家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是不要放棄，我即使是飛不到呢，我都會繼續在香港接觸不同的媒體，或者在網上用我的社交頻道等等呢，是向不同的日本的朋友、海外的朋友，是講返一些他們媒體未必有報導的關於我們香港人所面對的痛苦，我們所面對的壓迫。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放棄，亦都要提提大家未開 Twitter 的記得開 Twitter。 大家呢，即雖然每一個人的力量可能是很微小，但是當我們集中在一起呢，就可以變成很大的力量。大家要繼續加油，多謝大家。唔該曬周庭今年製作嘅短片啊。Next up, we have an inspiring video made by the Hong Kong Outlanders. Please enjoy.技術上的處理緊，希望大家等等。跟住以下的嘉賓咧，係將會為亞太區戰線咧作出一個小總結嘅。佢就是支持香港抗議的國內留學生 Alex。我哋歡迎 Alex。To conclude this section, may we present to you a very special guest from China, Alex, who will speak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 round of applause to Alex, please.香港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 Alex， 是一位来自大陆支持大家的手足。我知道在这里没有很多大陆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支持大家
追逐自由民主的运动。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仍然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冒着被消失、被精神病、被关进黑牢的风险来这里支持大家追逐自由民主的运动。这段时间我知道这个运动开始变得消沉，有很多人变得有些绝望，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想跟大家说，我们永远都不要问手足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能为手足做什么。1月8号的时候，我去参加了周子乐同学和陈延林同学的纪念会，看到那些英年早逝的同学，我心里就感觉无比的悲痛和难过。看着那些同学在大好的青春年华为了追求自由而丧失生命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我们沉默，我们将失去我们今天获得的一切，而我们将永远不会有明天。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意味着背叛。我想告诉大家，在100多年前的今天，毛泽东曾经推动过湖南独立，他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说为了湖南，为了中国，他需要建立湖南共和国。而今天中共却以香港独立的名义来批判大家，而我站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你们完全有权利民主自决，而且你们有权利选择一个自由的生活方式。我想告诉大家，当我们看见那么多海面上的浮尸，当我们看见那些被暴力殴打致死的手足们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今天习近平、中共罪恶的林郑月娥傀儡政权，你们可以消灭我的肉体，但是你们永远不能打败我们追逐自由民主的决心。你们永远不能磨灭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永远不能摧残我们追求自由的灵魂。马丁·路德·金牧师曾经说过，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人们可以平等的、自由的生活在一个国度里。而我今天也有一个梦想，就是不管所有的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我们有权利选择一个没有审查制度、有法治精神的国度。我想告诉大家，当西藏那么多喇嘛被中共奴役，那么多人民被中共奴役的时候，那些喇嘛他们需要点燃自己的身体来照亮自由的灵魂的时候，我们没有发声，我们沉默了。
当新疆 re-education camps 有数百万人被关进罪恶的再教育集中营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地方离我们太远，我们没有发声。当台湾的自由民主被中共打压，我们没有发声。而今天轮到香港了，中共在摧残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告诉罪恶的中共政权和林郑月娥的傀儡政权，我们对这种独裁的统治方式，我们要说 NO。我们永远不会屈服，我们会告诉这些独裁暴力的政权，我们 never give up， never forget， never forget。 这样当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回想起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The darkest hour， 我们没有为那些为了自由民主而牺牲的手足们发声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了这个而感到羞愧，我们也不会为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抗争过而感到问心有愧。鲁迅先生说得好，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而我们站在这里，今天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不是绝望，我看到的也不是灰心丧气，有这么多手足和我们站在一起。因为有你们，那些被殴打致死，那些冤屈的灵魂，那些被关在黑牢里，那些被暴力殴打伤痕累累的手足们，他们不会感到孤独，是因为有你们。 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demand。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你们跟我说你们感到灰心，你们感到丧气，你们对这场运动感到绝望，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死去的手足？我敬佩的英雄本土民主阵线的梁天琦现在在石壁监狱，这个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他说的。我要告诉大家，光复香港，光复的是香港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精神。时代革命革的是专制独裁不义的中共和傀儡的林郑政权的命。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告诉罪恶的中共傀儡的林郑月娥政权，你们可以消灭我们，但你们永远不能消灭这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最后我想再次高喊，光复香港，五大诉求 Fight for freedom。 好，请 Tony， 他是香港自治行动的代表。 The final part of our program takes us back home to Hong KongComing first onto the stage is Tony from Hong Kong Autonomy Action. Tony, please.
大家見唔見到我後面呢支係咩嘅 banner 啊？係 Trump 騎住一個坦克嘅 banner， 因為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天下制裁。大家想唔想見到美國制裁中國？我知道大家好想，所以我就等攞呢支旗出嚟去配合呢個大會。我哋依家咧見唔見到我哋揸住呢支旗啊？呢支旗係代表住我哋香港人喺雨傘革命喺2014年嘅時候一個標誌。我想問一下在座喺當中有幾多朋友係同我哋一齊喺2014年已經係抗爭緊嘅？可唔可以一齊舉下手啊？我哋俾掌聲自己好嘛？我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這個是我們在雨傘革命一直我們追求的，也都是我們對上的一年我們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第五樣訴求就是實行雙普選。我們由2014年到現在，我們追求的都是一樣，我們都沒有變過，是不是啊？我們會堅持下去，我追求我們的普選。可能在座當中很多的學生朋友2014年的時候，可能你未參與過在抗爭的裏面，但是我們在今年元旦的時候，我們再次拿回這個旗幟出來，就想告訴大家，我們要勿忘初衷，我們不可以忘記我們一直追求的東西。堅持還有希望。我們香港自治行動在六月開始，我們就是跟大家一起，我們最初就是在 G20 日本大阪行，我們是一直舉著美國旗去打國際的戰線。我們就是希望在日本 G20 的時候，將香港禁緊急情況議題向美國作出呼籲去呼求，就自此香港的議題就打入了中美的談判的當中。在回到香港七月開始，我們在各區大家都會見到我們有很多的美國旗，我們在示威的當中，我們就是希望繼續讓國際去關注著香港的普選的問題，香港的抗爭，直至去到八月中，特朗普總統他 share 在 Twitter share 了我們美國旗隊，我們在示威的場地，我們唱著美國國歌，自此感動到美國全國的關注。在接著下來一個月，九月的時候，美國的眾議院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在再過多兩個月之後的11月，參議院亦都通過了。我們一直就是堅持著舉著美國旗，讓美國去介入香港，因為我們現在看得到，當美國願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之後，全世界其他的國家，包括歐盟、不同歐美國家，他們都願意去介入，去立不同的近似的法案，去制裁中國。所以我們很清楚，我們做這個戰線，我們是要堅持下去，我們要繼續去舉美國旗。直到元旦，我們如果大家記得在元旦日的遊行，大家會見到我們就再次舉回這些的旗幟，我要真普選的 banner， 我們都再次出來。為什麼我們要舉回這個 banner 出來？是因為我們有見自從區選之後，香港人我們抗爭彷彿好像冷落了下來，我們很擔心我們是不是會忘記了我們一起追求的普選，這個是重點啊。所以我們再次拿回我們14年的標誌出來，告訴香港人，我們不要忘記啊，我們要繼續，我們要爭取普選，這個才是我們最終極我們要找的東西啊。我要爭取普選，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是我們一直最想要做的，也都是 我想呼籲香港，我們今年我們集中我們要做這件事。
因為就算俾我哋今年，我哋好僥倖地選舉裏面可以控制到功能組別，但係我哋唔能夠去擔保喺呢一屆可以得到，但之後呢，如果功能組別一日取消，香港嘅問題只要有一次俾建制派去控制到，香港就會玩完㗎啦。所以我哋係唔可以去再投功能組別，再投功能組別亦都係會令到外國更加難加入，因為我哋嘅投票係話俾外國聽，我哋係肯定緊功能組別呢個角色。我哋係要爭取係咩啊？爭好選啊！大家記住，我哋係要爭好選，我哋唔要功能組別。所以我哋係今年我哋係會同大家一齊去推動爭取廢除功能組別。亦都有或者有朋友會話，如果今年我哋唔能夠好選，咁點算啊？我可以同大家講，我哋香港自治行動，我哋希望今年我哋會推動香港人。如果我哋唔能夠好選嘅時候，因為有人話我哋要香港普選，仲要去探討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方案。但係我哋知道，如果傾唔到嘅，我哋會期望將呢一屆嘅立法會去延期，直至香港人可以大家討論，同埋美國同中國參與嘅裏面，同香港人三方，我哋有一個共識，可以去有一個真正嘅普選方案出嚟。最遲我哋去到2022年，我哋可以普選特首，亦都普選立法會，好唔好啊？好。普選是我們香港自治行動最重要，因為我們一直就是講緊點解我們要自治，我們其實就是參考住歷史當中英國殖民，眾多英國殖民地他們在自治的路上慢慢他們再去獨立，而他們自治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先有了普選。普選對於他們來講就是先獲得了自己的自治權，由於有了自治權之後，他們的國民可以參與大家政府，有自己的國會，他們透過就是幾代的人自治之後，慢慢他們最後步向獨立。雖然有一些殖民地他們最後沒有選擇獨立，但是他們保持自治狀態其實已經跟獨立已經差不多。我們見到在歷史上面眾多這些由自治過渡到獨立的國家，他們的體制的穩定經濟都比一些很短時間很急促以一個流血革命方式的國家是更加好。我們是為到香港人好，我們很相信香港作為一個金融的城市，我們很難承受一個很激烈的流血革命，但是我們是能夠可以透過我們普選之後，我們會香港自治行動，我們會推動香港人，我們去修憲，我們希望香港去刪除2047這個界限，可以讓香港人可以永續自治。我們利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讓香港慢慢發展成為一個自己有自主權的地方，好不好啊？我們相信這個是對香港人最好最好的方案。而每當我們在這段日子，就在這半年大家見證的抗爭，很多前線的義士為我們的犧牲，我每一次上網我看回早幾天見到不同的義士他們的紀念，有陳永林，有周志樂，他們我很激動，我是不知道怎樣說。我看回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普選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對得住他們的上天之靈啊，我們要爭取到底啊，不論我們任何香港的人
我哋為到要佢哋在天之靈能夠安息，我哋一定要爭取到普選噶，係咪啊？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哋香港自治行動繼續高舉呢個旗幟，向外國去幫助香港爭取普選，好嗎？多謝大家。天滅中共。天滅中共！天滅中共！佢咧有份咧，係將佢係有份將警察濫捕嘅情況咧，呈上去聯合國噶。我哋有請 Angie。Now let's welcome Angie, a fellow Hong Kongers who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about the situation of police brutality in Hong Kong. Angie, please. Hello, I'm Angie. 我係一個 law student。咁咧喺10月2日嘅時候咧，就我同我嘅 partner 就係、是、啊，我唔記得介紹就係我哋喺連登上面就係所謂嘅港女 A 同埋港女 B 啦。咁喺10月2日咧，我哋就向呢一個嘅聯合國底下有一個叫做 special procedure， 佢咧就有一啲特別觀察員係獨立於佢哋嘅即係自己嘅 nations 又好乜嘢都好，佢哋一個獨立嘅人權專家。我哋咧就遞交咗第一份報告，就係、是、關於由6月12日開始，我哋見到嘅每一個日子，所有嘅警暴問題，我哋逐日逐日同佢計。咁所以喺每一個日子入邊，無論佢係用過啲乜嘢嘅武器啦，點樣係去亂咁使用武器啦，同埋佢哋喺10月1日嘅時候，終於真係開咗真槍嘅呢啲事情咧，我哋都將佢帶咗去聯合國嘅一個討論裏邊嘅。咁係亦都要講翻，就係喺聯合國，點解我哋會諗到呢一個所謂嘅戰線咧？咁亦都要講翻，就係喺2019年9月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憤怒嘅，就係阿何超瓊同埋阿美心嘅太子女吳淑清咧，佢就喺聯合國入邊話我，佢就話咧用呢個嘅催淚彈同埋呢個嘅橡膠子彈咧，其實國際都係通用㗎啦，香港咧並唔係例外。無恥嘅人講嘢咧係中意講一半嘅。佢講得啱，唔係例外。但係無論喺智利又好，喺委內瑞拉又好，亂咁去使用呢啲武器嘅人嘅一啲警察咧，一啲我哋叫 perpetrator 咧，佢哋係會受罰嘅，佢哋係會受到懲罰嘅。而呢個情況並冇喺香港出現。咁所以既然我哋有呢兩位女士去到聯合國去做游說工作，佢要為一啲黑嘅嘢洗白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要為我哋都要將翻呢個香港真實嘅現狀帶翻去聯合國入邊，亦都係將。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講法，我們都有我們去有一team人呢就去整合了所有的證據啦，我們找了一些警暴的受害者，不同類型的受害者啦，也都是做了一些證供給我們啦，可能給了一些甚至乎是一些醫療報告我們，我們都呈上了去給聯合國的特別專員的。我們的工作呢發展到今天呢有大約20名的 members， 也都有律師，有 law student， 有大律師，有 paralegal， 很多都是有 law background 的人。我亦都繼續去撰寫報告。為什麼要撰寫這麼多份報告呢？我們除了是給了特別專員之外，亦都交了一份是在上年年尾都交了一份是集中於這個禁止酷刑的這個委員會，那裡是講回香港警察是如何去向一些被捕人士或者是一些路過的人去施以酷刑的。那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其實是不能夠接受的。那也都聯合國是一個委員會去 oversee 這個事情啦，那所以呢也都有一份報告是遞了上去，也都有相關的證據啊，相關的一些法例啊，國際人權法的法例啊，一些的 analysis 是給了上去去給他們去審議的。那這份報告如果聯合國在他們的那個 cycle 入面，他們去討論，他們去即係會去成立認即係取納呢一份報告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將佢 read 咗喺聯合國嘅 database 嗰度咧，係俾世界各地嘅人去 access 去攞嚟 download 嘅。
咁都去到呢個時候咧，我亦都發覺啊，原來警暴嘅問題咧係不斷咁去發大啦。咁我哋咧其實亦都係要用翻一個聯合國嘅language， 佢哋中意用嘅語言咧去形容翻而家香港發生嘅事情咧。其實我哋叫做係 police 嘅一啲violence 嘅 impunity。impunity 呢樣嘢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因為佢係講緊一啲犯法者，佢係可以不受懲罰嘅，佢係完全冇呢個刑責嘅，亦都令到 victim 真係唔可以有 justice 去 serve 到嘅。咁所以喺呢個 regard 咧，我哋都係繼續有呢個 writing team 咧，去撰寫緊另外四份報告咧，就是、由四個嘅角度去切入，亦都係係俾翻聯合國嘅議會咧去討論翻嘅。咁呢四個角度咧，就將會係關於婦女方面嘅 sexual abuse， 一啲可能比較年輕嘅抗爭者，一啲嘅兒童嘅權利啦，一啲可能係一啲比較 handicap 嘅一啲有 disability 嘅一啲抗爭者，佢點樣喺呢一個嘅抗爭入邊個 rights 係俾佢哋去 suppress 咗啦，亦都係最後一份，因為頭先阿黃之鋒先生佢提到嘅就係將會喺六月審議最大嘅一份 ICCPR 嘅一個關於我哋嘅公民嘅人權。政治權利組織的所有事情呢，我們都會是有報告去呈上去做一個給回聯合國呢，希望我們可以在不同的議會不同的一個 cycle 裡面呢，香港的問題都可以老是常出現。但是雖然我們叫自己做可能是聯合國戰線，但我們並不是停在這裡，這個並不是我們的終點。當我們有了這些 credible 的報告之後呢，我們是現在都積極地去 liaise 一些可能台灣啦、韓國的不同的 NGO， 希望可以將這個問題，香港這個警暴問題呢，是變成一個 campaign， 是帶到去不同的國家那裡去給別人 去回應啦，去施壓啦，向政府這樣的。那所以去到這個階段呢，其實我都 pretty much 是講了我現在我同我 partner 港女 V 去做了什麼的了。 V 都很多謝一班是願意相信我們的律師大律師去 engage 了 commit 了在我們這個 project 那裡，那就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可以盡快接埋，因為我們香港已經再沒有警暴的受害者。那最後呢，我都有少少的覺得就是大家要明白到的就是我們要去保障自己的時候，我們都要理解一些國際慣例的一些權利的。例如我看到剛才有一些人呢，可能在拍照的時候未必是記者啦，可能或者記者朋友本身都有啦，就是戴著一些面罩，恐防在這個可以在有這個 letter of no objection 的一個合法的集會那裡是會受到警方的驅逐。但是其實一個和平集會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個權利來的，我們是不需要申請的，理論上現在沒有了。剛才我當我上來的時候，我想其實我都沒有做什麼犯法事情，沒有需要戴口罩，主辦單位就很 nice 地說你需不需要借個口罩給你，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都沒有了。所以呢在這裡我都希望無論我們的工作是在聯合國得到怎樣的迴響，或者在國際間得到怎樣的迴響都好，我都希望每一位的香港市民坐在這裡可以繼續去記得自己的權利、自己的自由，亦都是可以記得每一場我們現在運動可能是叫做冷卻了，但我們不會在沉默中滅亡，反而我們要用這個冷靜下來的時間心間細作，去翻唔同嘅國家嗰度去做翻一啲嘅聯合嘅工作，唔單止係團結翻喺國外嘅香港市民，亦都係團結翻一啲可能曾經，譬如話韓國都受過警暴問題困擾嘅一啲國家，去聯繫翻佢哋一啲嘅記憶。我哋要記得翻追溯翻一啲破壞人權嘅人，佢係應該受到懲罰。而呢一件事今日發生喺一個叫做國際都會嘅香港，係並不能接受。所以國際間我哋都係要繼續去聯繫，我同埋都要去理解翻人哋嘅 situation， 去理解翻人哋發生過啲咩事情，以至到人哋咧都係願意嚟去睇翻香港發生咩事，去大家去互相去做翻個聯繫咁樣嘅。咁最後希望我哋可以係真係令到所有的國家都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唔該曬。啲人坐咗喺度噶。So today we have 36,000 of people joining the assembly。呢36,000人咧，同我哋一齊去聽到唔同嘅戰線嘅手足為香港嘅付出，我哋俾啲掌聲自己。36,000人。Five demands。
Five demands。今日嘅最後一位嘅發言嘅嘉賓咧，就係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恆。To conclude our section, we will hear from Baekju Leung, the convener of Young Aspiration. Baekju, please.各位手足大家好，好高兴在香港见到大家。昨日是台湾的大选，大家都知道很多手足过了去台湾，我们很投入，亦都见到结果之后觉得很感激很激动，这种希望的投射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对于我来说，其实最有感觉的呢，反而是蔡英文總統在勝選之後，他去發表講話，他去多謝呢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蘇貞昌，一個是陳菊，這兩位美麗島事件裡面的標誌性人物。簡介一下他們的背景，在美麗島事件的時候，陳菊就是一位手足來的，那麼不幸做了政治犯，被人拉出去坐監，還連遺書呢都已經寫了。而蘇貞昌就是那個時候幫手足去辯護的一位代表律師。將時間我們跳回來2020年，當我們這一班死港仔死港女去很羨慕很仰慕台灣民主的結果，羨慕他們可以用選票去守住台灣的時候，其實我們是不可以對他們經歷過的血、汗、苦、難視而不見。選擇性我們只是見到台灣今天成功的美好，而對他們的努力視而不見，我們不願意付出，我們將這一世都不會取得成功。反之，只有堅持到底、奮戰到底，我們才有成功的基石。所以不用羨慕，只要繼續堅持下去，繼續戰鬥，我堅信我們香港人在香港終有一日，我們會有自己的一票，選出屬於自己的總統。在過去的八個月，我們香港人經歷了很多事，由五月的時候大家自發攞返起個大聲公落去開街站宣傳反送中，去到六月我哋有幾個大型嘅遊行，第一位手足離開咗我哋，亦都有環球嘅登報，香港嘅議題正式去返全球嘅焦點。去到七月，大家用自己嘅方法行返入個立法會裏面，確立了五大訴求，缺一不可。7月21日，在大家去緊中聯辦遊行的時候，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再一次在香港被亮出。戰線我們由金鐘去到我們的家、社區，戰線由機場蔓延到大學，我們曾經一起為了袁榮光而感動，一起為了一些名為警察實際行為有如恐怖分子的人，他們的行為而悲憤。有多少晚我們是噩夢擲醒，又有多少日我們是因為已經逝去了、已經犧牲了的手足而痛哭。我們失去了很多東西，超過7000個手足被捕，多到統計不到那麼多兄弟受傷，甚至很多人已經沒有機會跟我們一起回去煲底那裡慶祝。他們的犧牲為我們帶來了也都很多東西，暫時擋住了條送中的惡法，一刻片刻安穩的時間，區議會選舉的大勝，外國國會立法制裁香港。然而呢，這樣其實是不足夠，
儘管外國國會立法去制裁香港港共政權，咁樣充其量只係削弱緊個港共政權，哪管而家外面好多手足喺度努力緊，外交上、議會上、黃色經濟圈做得幾好都好，其實說穿了，只係增加緊我哋嘅勝算，買多一啲時間。其實我哋心裏面都明白，咁樣係冇辦法直接 knock down 我哋嘅對手呢一個可恥無恥嘅港共政權。我哋心裏面都明白，其實最後一里路係要靠我哋香港人自己行出嚟。我哋心裏面都明白，呢個江山係要靠我哋自己雙手打翻嚟。All in Hong Kong 也好，自己香港自己救也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好，他們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現實。只有靠我們雙手去撼動，去打敗這個邪惡的政權，我們才能夠真正去贏回香港。成功可能是有僥倖，沒錯，這個世界有人是很好運，但是我們從來都不應該相信運數，我們應該相信我們自己，相信良心，同埋相信我哋身邊每一個手足。講起相信手足咧，近呢兩三個禮拜咧，其實我見到有一啲好差嘅言論、好差嘅風向，特別喺網上邊，例如係捉鬼論啦，例如係同邊一個政治光譜嘅人切割啦，等等啦。其實呢啲本質咧，都係一個分化嘅行為嚟。捉鬼呢其實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行為的，大家可以試想像一下，假設你現在在你旁邊捉到一隻鬼，你會對他怎樣？拍他的頭，你不會對他做什麼。但是假如你捉錯了一個手足，你可能呢就會搞到那個手足甚至乎他的隊友。大家記不記得在6月12日我們垂死掙扎去擋住條標的時候，個士氣是幾咁高漲，冇人會站在前線那裡說手足是鬼，獨派手足落場不會被人屌，大家互相信任、互相依靠、互相尊重。事隔3星期，7月1日，大家又記不記得在手足們很努力地去進入去立法會的時候，他們還要面對著很多捉鬼天師的一些質疑和指控，是多麼狼狽。不要經常想著捉鬼，因為捉鬼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行為。想贏你可以試試令到敵人去捉鬼。8個月了，我相信我們香港人憑著我們自身的經歷、勇氣、智慧，我們一定知道打逆境波，尊重、團結、謙遜，做好自己就是不以法門。下個星期會有個天下制裁大遊行，好希望都能夠見到各位，願榮光歸香港，多謝你們。